2018年8月31日都说明年来奥纳德、吉米巴特勒、克莱汤普森有望加盟洛杉矶湖人，联手勒布朗詹姆斯。如今这份名单中似乎又增加了一人，他就是勇士队的防守中间德拉蒙德格林。尽管格林和詹姆斯在球场上是针锋相对，甚至被球迷黑化为詹姆斯攻坚的死敌，但是格林对詹姆斯给出了极高的评价。在被问到詹姆斯是否有资格说自己是最棒球员时，格林给出了肯定答复，我认为他完全可以这么说，他必须相信自己，而且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。在我看来，过去的四年詹姆斯成就了现在的詹姆斯，你不能仅仅去看胜利或者数据，格林说道。他反而找到了自我，之前人们并没有像现在一样去看待詹姆斯，如今他拥有了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地位，向外界证明这就是我。不认为过去今年他还不敢说这才是我，这样的话除非他像现在这样先来一句脏话，然后高呼也就是这样，没错，这才是自我。如今人们也改变了对其看法，格林认为詹姆斯就要像乔丹一样，不用管其他人，做最真的自己。迈克尔乔丹为什么伟大？因为他可以堂而皇之戴着耳钉，并且告诉众人，这就是真实的我。如今詹姆斯已经意识到这些，他可以无视外界的非议，可以不用死前顾后。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，就永远无法彻底解放自己，从而无法发挥自己的潜力。格林说道，显然格林认可了詹姆斯，并将詹姆斯比肩为 NBA 第一人，无疑是极其高的评价。很难想象他们在球场上还是生死对头，难免让人怀疑格林明年有兴趣加盟湖人和詹姆斯联手。格林真的会加盟仇敌詹姆斯吗？实际上格林和詹姆斯的缘没有那么紧张，反而在球场外格林和詹姆斯是相互尊重的好友。近日格林还参演了詹姆斯制作并出演的一档 HBO 的讨论节目理发店中，两人关系可见一斑。我来自于哪里？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在球场上精彩的比赛，另一个则是在理发店做你自己。很高兴能和这些成员们一起回到这里，谈论关于我们在球场上的事情，说垃圾话，以及谈论一些发生在我们生活文化当中的事情。格林发图并写道，因此格林并不存在因为关系恶劣而拒绝和詹姆斯联手。连史蒂文森都可以和詹姆斯事前先成为队友，何况是和詹姆斯场外不错关系的格林。那么在内部条件成熟下，格林是否加盟湖人，是否存在外部条件呢？答案是 Yes。 尽管詹姆斯加盟了湖人，球队存在不少年轻才俊，但是对湖人最高的预测也顶多是杀入季后赛，想要再进一步杀入总决赛无疑是难上加难，而湖人想要成为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，外界普遍建议明年至少要再招募一名球星，这也是吉米巴特勒、克莱汤普森、莱昂纳德甚至是杜兰特出现在这份传闻名单中的原因。而一旦德拉蒙德格林也是有意加盟湖人，显然面对这名球场上的防守大闸，湖人愿意为其抛出橄榄枝。如果格林能够联手詹姆斯，湖人的实力自然有了质的提升，所以湖人是愿意格林加盟的。那么既然湖人有意，即使格林有心，勇士队愿意放走格林吗？的确，作为这样一名球场斗士，勇士当然不想放走格林，但是迫于球队形势，勇士可能无法留住追梦。明年克莱汤普森即将成为自由球员，没有提前续约的汤普森显然希望能够薪资更为丰厚的合同，而一旦其他球队为汤普森开出合同，以勇士的眼光毕竟会不惜代价签下这位神射手。加上明年凯文杜兰特有球员选项，勇士也肯定会和杜兰特签下高薪长约，加上联盟第一高薪库里还有一个达拉，勇士已经没有足够的薪金空间签下格林。
而格林曾多次表态不会选择降薪，他同样会追求顶薪。一旦格林在两年后到期，勇士根本无力续签格林。加上格林曾多次公众场合让杜兰特不堪，勇士为维护团队和谐，显然会把稍微不安定因素格林踢出队。既然没有续签的可能，那么就趁机格林还有如此吸引力的情况下，提前一年，也就是明年选择将他交易出去。而湖人也应该能够相对不错的交易筹码，因此通过交易让格林联手詹姆斯也是极其有可能的事情。